用滚筒烤箱，240分钟，4个小时，还有200多这个小时。然后我们现在把盖子盖起来。这个很方便，盖起来很方便的。可以了，然后把门关上，把启动了，那边启动。这个在里面，这个看起来它跟自己会的安装，看起来是自己会安装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里面，把它门关起来就可以了，就扣起来。我们现在这个如果时间到了以后，这边有报警装置，它会报警的。然后现在就开始烤，这个升温时间，这边到时候如果240度的话，有过时间到了，这边就会报警。